Hello guys, Zenith here. In this video, we'll take a look at MAZ highlights from their 4-1 victory matchup against Q9 Club in the finals of CDMS8 Stage 1. 启动点以及他的输出空间得拉好。顺爆，炸对面，星安也在。星安也在着捏。哎呀，星安呀！马哥的雷始终快你一步。他捏得早一点，啊，这就说明下手要早啊。 是啊，不能等待。但感觉秦九如果打赢一波团，是有希望通过站点获得胜利的。秦九封烟爪机会来了，星安、Xing苏，星安再开空对地再炸一个。这现在搞的一七和太阳神下的不能这样解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莫名其妙让这两名选手陷入到那种难堪的境地了。对，11-4了，莫愁，以一敌三，力抓再来做拦截，压结束了。 现在点里面秦九的人是比较少的，Backroom直接给攻。没事，最后的尾分给到了 Xrock， 但在整个服务区内部的话，秦九已经站好了位置，一个顺防位，段晨应该是有防爆的，没有问题。阵型依旧布的不错，秦九开始涨分，但若曦波马带中两个，太阳神要是把身后的三号位打掉，就立功了。嗯，我马哥，告诉你，包点后有人的，摇了马哥过来。 分别被破点吗？不会吧！十比十三，12的命数，<笑>心疼多的一秒，没有办法给到的，断成一个位置，除非马哥直接跳下来狙，怎么这么大？再狙一个，以及打掉的梦山川，但位置始终要被马哥锁定，做到了，被动下，后面的4-4。 第一时间没有反身告巨，XO感染力偏下为主，压力的。对，马哥，但太阳神还是9杀，这局，哎，送到掉了，但6-16，依旧难，只能看下一个开局了。没被看到，完了，想要补若曦，那就会被马哥奔跑的若曦，但若曦这次不在，一次，马哥能不能补上？接一个。 依旧靠双狙哦，欧林，畸形的，是马哥，一打三，那有点难，被架住，突然就死，压制把梦中川送到近点，夸张的吗？而且我们俩都已经被传染了，来了，不敢补啊，这个位置梦中川，哦，穿掉一个，极其了解啊，这边刚才是有一颗给到车位雷的，马哥从 CE 直接打进来，同时缓缓掉呀，两套不一样的流派。到了，红方人第一时间没有出啊！段晨，空中上面稍微有一些时间差了，导致段晨没有第一时间拉出来。有点位都是有帮助的，烟雾的干扰确实太多了。并没有打过，给了我太多波的惊喜了，他这种。 哦，猫奇刚刚往前走两步。What were the clips that you liked from this video? Comment them down below.